大家好，我是 JD。那我们这几天呢，临时组了一个大叔滑板团，那我们来台东旅行滑板。那我接下来，我现在来到的鲤鱼山，来找另外一组人，那就跟我们一起去滑板吧。大叔旅行团的特别嘉宾阿迪路，我们是大叔阿迪路，阿迪路 ，OK， 我已经看到他们了。大叔滑板团成员之一江成廷 ，AKA 孤傲的一批啦，他已经拍了不知道几趴了。那我现在遇到了我们另外一个成员，也是这一次主要的号召人。蔡伯清蔡爆 AKA 南极实况导播，这是我们这是大叔滑板团的主要号召人。然后我们另外一位特别嘉宾 DJ Mr. 金，这是你的 DJ、yeah、AKA DJ 界梨泰院栗子头。我们这一次的台东领路人要乖，20年前也是抱着滑板热情，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鲜为人夫詹姆士 ，A.K.A. 正美系。以上几人就是我们这一次大叔滑板团的成员。那接下来我们在台东将有3天2夜的滑板之旅，希望可以多收录一些不错的滑板的动作。OK， 开始吧。台东玩滑板的地方，铁道艺术村。这是台东 Green 滑板店的老板阿龙。嗨，好久不见。那我们今天最后在这边滑一下滑板，然后晚一点去饭店休息吃饭。
OK， 我们刚刚吃完饭，我们现在来到了台东滑板店 Green Skate Shop。我们待会就要问老板，明天我们可以去什么样的板点滑板？哎，你没有在？好尴尬。你上边玩耶。OK。好，好尴尬。尴尬什么？没有，没有好尴尬。对啊，就基本上，我们在市中心，就是那个转运站旁边。对，然后我们门口有一个很大的路板。对。OK。蛮多很多毕业生啊，他们拍照啊，干嘛的 ？Hello。来找我们在台东的好兄弟开的 lunch bar 找乐之。我们今天讲一下音乐。
的梦。QQ 有点吵，还有麦克门，来跟他打击。觉得怎么样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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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